关于网上热议的几个问题。前期网上有很多的热议，有的说许某某是侦察兵退役，有的说许某某在小区从事物业工作或是保安工作，有的说许某某熟悉小区和楼道的监控，刻意躲避监控，有的说许某某利用隔壁的空置房进行分尸等等。根据警方调查核实和犯罪嫌疑人许某某供述，上述说法均与事实不符。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开展后续调查工作，对违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。